作为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工程。南沙四期从基础设施建设到自动化调试，专门设计了一套因地制宜的广州方案。以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广州方案采用集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、5G 技术、激光雷达与视觉影像定位于一体的 IGV 智能引导车，打通全球第一个水平布置的全自动化码头核心一环。每一步都不断刷新着中国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的实力，展示面向世界及未来港口的中国式探索。2022年6月，南沙四期码头正式投入紧张的装卸作业，广州港集群再添航运贸易生力军。